阵子看到很多部落客在写霆锋拌面，但我不是谢霆锋的粉丝，所以看了也没有特别的感觉。直到后来我朋友在他脸书上分享了他买了三包谢霆锋的拌面，他说谢霆锋人蛮龟毛的，而且挑嘴，不过我朋友也很龟毛，我也就信了，所以我就想说来试试看看，没想到比预期的味道来得好很多。面条的话，哇，还蛮 Q 弹的，酱汁非常的够味道，不是那种死咸酸甜辣，做得还蛮均衡的。辣椒粉的话，辣度是有的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这个拌面是还不错吃，不过它的售价不是那么的平易近人。你可以看那个它的成分表，其实里面的东西都是我们看得懂的，不是那些化学合成品，所以卖贵一点也许有它的道理在。有机会的话会再买来吃，我觉得还不错。